金曼小姐，对不起。难受了，怎么了？哪里痛？ 哪里痛啊？没事啊。你又骗我！你刚才说了不骗我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哼，最好是。拥堵者太多，我怕造成拥挤。保护花灯大会的平安顺利进行，是鬼白的职责所在。拥簇者哪儿呢？就你一个吧。
那边就是放花灯的地方。你就不想给自己心爱之人放一盏花灯吗？哎呀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个是花灯节，我们呢给大家助助兴，套圈得花灯，10文钱3个圈，10文钱3个圈啊！各位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啊？老板，我先来。二位公子请，二位公子这边请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二位公子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，好，谢谢公子啊，您的。哎，姑娘，您的，谢谢。来来来，二位公子，请。元兄，莫不是你也想套最大的？那是自然。孤家寡人一个，是想给谁祈福呀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不便告知。哎，倒是宁大，你府上二位夫人，这一个的，你是点给哪个夫人？这是宁某的私事，与你何干？请吧。别被吓了。元兄，承让啊！没事，稳着点儿。没事儿，宁大人，别学我呀！继续啊！差那么一点点，我故意的。花灯都在此，您随意挑。我要这个吧。姑娘，这可是许愿花灯，许愿者写上名字，附带着花灯之上，便可许愿成真呐。拿着呀。给钱啊！